我是刚刚列车长，在108年，109年1月4号，耶！瑞丰南南站，17:21出牌的是4193次，请沿线开往树林的圈呢。15:15。喂，适量哦，完蛋了，适量一边组而已。然后515区间特，哦，完蛋。开始分组投票。然后515圈特，是一脚还是将沿线开往树林呢？用515圈特。在瑞芳蛋时间，完蛋了，一堆人呢、啊。我的一个嘛。好，就那样，感谢各位，拜拜。